关于戏剧演员钟仁健的演师曾永义先生，在今年十月初四贵县的苏念八十一岁，为台湾表扬其对传扬传统艺术的贡献。文化部长李云达今年是推表来颁奖总统的褒扬典，是由曾永义加本人来推表接受。曾永义先生1941年出生，是钟仁健头一个戏剧演师。对1980年退休时，陆续来做台湾乡土同传统艺术的维护发扬工作。2014年，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得到传艺金曲的作品《八王二姬》，就是其来编曲的。文化部表示，讲曾永义先生离开了，对台湾社会是动态的损失。除了表达感恩以外，也会同其打下来的基础方持续在戏剧界来做推广。